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这个方程式啊，它有两个根嘛，较大根是 r， 这个方程式也有两个根，较小根是 s， 那么它问 r 减 s 等于多少？我们看第一个，我们先来解第一个方程式，这个怎么解哈？这是1984x 的平方，那这个哈，1983写成1984减一啊，那乘多少？1985是1984加一 x 减一等于，那就可以拆开，这是1984的平方减一啊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我就可以拆成哈，我前面这一项跟它合并，就1984平方 s 平方减多少 x， 然后哈后面这项负负得正，后面这一项跟它合并，我就加 x 减一就等于。好，啊，这个可以因式分解，这个呢，这个是 x 乘以 x 减一嘛，我可以把 x 减一啊抽出来，那这样的话就是，1984平方 x， 然后呢加一啊，好加一，我再加一，等于零，所以这两个根呢。x 等于多少？一或者是1984平方分之一。那它负一啊，它说较大根是 r， 所以这个是等于 r，r 等于一。好，再我们看第二个方程式，第二个方程式我可以因式分解，就是那个一嘛，那1984跟一，这正的是负的。所以因式分解成 x 加上1984乘以 x 减一，啊等于零，等于零啊。所以哈，这是 x 啊等于一或者是负的1984。那他说较小根是 s， 所以这个是较小根啊，这是 s。好啊，所以我就晓得哈 ，r 减 s。就等于一减掉负的1984，负的1984，所以这个等于多少？一加1984，1985。哦，所以答案是1985。